怎么这个两碗汤又剩这个？你来做老板了、哦？啊，我去看了。今天我跟校长去我那个窑房那里，拉多少？你说。拉满这里，不拉满不回来。啊，校长说叫我去拉满，这里有16个箩筐，啊，这里三个的啊。拉满16箩筐窑回来，盖粉丝。发福嘞！好，校长说了算。现在校长是老板了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说。大坐上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校长。把箩筐拿下来。好，校长，我准备搞出活动，买烤肉，送花生油。你改有意见？送这个吗？送这个，两碗烤肉送这个，你来做老板了、哦。你知道，1500单，我准备送1500单，1800瓶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个10斤一桶的哦，大哥。我做老板让你来当，没本事。校长，你看看就是前进哦，激光塔打三场一期的哦，这个三场一期都是新鲜的哦。可以。我们差不多引进这样的设备啊。看你啦，你是老板，没问我的事情你去。就是能不能打得起就靠你了。校长，就是2000瓶花生油，我们就做活动的福利送给我们的粉丝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，大哥！啊，大气，是吧？对老板啊！啊，不是，你不要搞卡老板就行了啊！哎呦，校长，哎，装作回去了哦。OK， 好，今天呢，谢谢。那2000瓶花生油我已经拉回来了啊，期待我们买扣肉送花生油，给你们加油哦。